贺望兰，一种能带来自由和木和比翼双飞的花，原创。2023年7月27日22点14分，贺望兰是一种美丽的花卉，它的花形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小鸟，寓意着自由、幸福和木和比翼双飞。这篇文章将为你介绍贺望兰的寓意以及它的花语。贺望兰的寓意，贺望兰的寓意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：自由，贺望兰的花形很像是一只飞舞的小鸟，所以寓意着自由。小鸟有向往的地方，可以借助自己的翅膀来翱翔，象征着自由自在、自由洒脱、幸福吉祥。它开花后像极了展翅欲飞的五彩仙鹤，并且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天堂鸟。天堂是美好的地方，所以寓意着幸福吉祥，能带来福气，生活能够吉祥幸福。可以将贺望兰送给朋友家人，去给对方带来好运和幸福。比翼双飞，贺望兰本身很像是小鸟的造型，并且一株花卉上能开出两个花苞，当花苞开放时，很像是两只小鸟一起展翅飞翔，所以也就有了比翼双飞的寓意。可以将此花送给恋爱中的人，也可以送给新婚夫妇，祝愿他们的爱情能甜蜜，一直携手走下去，家庭和睦。贺望兰在开花时，花枝挺立，花色鲜艳美丽，具有仙鹤独立的姿态，带来和睦静谧的感觉，所以寓意着家庭和睦。贺望兰的花语，贺望兰不光是寓意很好，它的花语也很不错。花语是热烈的相爱、相拥、幸福快乐，这两个花语都与爱情有关，体现了贺望兰作为一种浪漫而又温馨的花卉的特点。它可以表达对爱人深深的爱意和渴望，在情人节或者纪念日等特殊场合送给心爱之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